好，这一次14.0改版这个新卡开抽，应该是八张吧，第一抽。哦，这个好酷哦，是怎样？哎，有一条光哎，这个代表是大奖对不对？因为我刚刚有看一下这个群组有说，只要有一条光就是大奖。第一张这是什么东西？无属性伤害，不是不是，这只零扣丝，零扣丝是什么东西？是大奖吗？第一张就天猫座，真假的？这么扯？第二张，哦，这张就不是大奖，手抽大奖。第二张这个是什么？拉东，哦，这名字很难记，名字很难记。第三抽，好热哦，等一下。开个冷气。第三抽，这是什么？处女宫，奥菲斯。好，现在三张都不一样，不错不错。第四抽，第四抽，哎，也不是大奖。哎，重复的，第五抽，第五抽也不是大奖。那个，等一下新卡我会测试一下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狗啊？好奇怪的狗啊！米奇与波子，第几抽了？第五抽了，第六抽。第六大奖，第六抽，第七抽，大小犬座，大犬座与小犬座，第七抽，第七抽。每次都提早开机啊，烦欸。哎呦，这个我没有欸。欸，这只长得好帅哦，是什么？西波旅。第八抽。真的很多记者啊，这个台湾新闻界少了你们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只很废是不是？天猫蛇夫仙女是大奖，第九抽，欸，怎么都抽不到，都抽不到欸，正常哦，大概20抽到30抽会抽起，这是我的经验。正常来说啦，第十抽，我若卡，哎，中了！拜托，不要天猫，不要天猫，给我蛇夫或是仙女。干！这是怎样？第十一抽，十一抽，啊！等一下，我们用声控抽卡好了，用那个拜托他给我天猫，这样他就不会给我天猫。12抽。我觉得 MH 真的是很严格。欸，我那个小卡是不是都有了？还是说我那个小奖还有哪一张没抽到？第13，
十四。小奖都有了吗？小奖都有了吗？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十五。哦，现在抽了十四张、十五张，只有两张大奖，然后都重复了。十六。有人四十八抽抽奇，太扯了吧？几率是有微调吗？哎，这张我没有哎，这个好吗？不知道。十七，这应该是人太多，所以会一直很难登这样子。天照队员哦，我们台湾人抽卡都是一三抽天猫，二四抽垃圾，只要你石头够多 ，MH 肯定给大奖。蛇夫很强是吗？哎，我已经十八抽了哎。第十九抽，哦，怎么那么难抽啊？十九，还是没中哎、欸，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二十。哎、欸，中了！第二十抽第三张大奖，拜托，给我天猫做，给我天猫！二一，我想要逆向操作啊！我已经翻张了哎、欸，干！我已经翻张了哎、欸！不要这样子，真的不要这样子，真的不要这样子！二，给我神夫座，神夫座！哎、欸，还好还好，不是天猫就好了，干！天猫真的是23，23，连续大奖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蛇夫，蛇夫，蛇夫，聊天室那个拍手流有没有？趴起来就对了，有了有了，起了起了。二十三抽，抽起。二十三抽，三张天猫，一张仙女，一张蛇夫，这样。应该起了吧？我看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呦，有都起了。一二。有啊，应该起了啦。OK， 二十三抽。